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今天拍这支影片啊，我真的超开心的，因为呢，我终于收到厂商的抖内啦！好啦，那在我眼前的这个箱子呢，就是我人生第一台的赞助电脑啦！感谢 AND 爸爸、恩杰姐姐、印泰妈妈以及火鸟哥哥。果然，我的努力有被看见。其实过去我并没有使用过 AMD 的处理器啊，所以这一次也算是我跟 AMD 的初体验，就像是初恋的那种感觉一样吧。去死了！好，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就来安装看看吧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的电脑都已经安接好了，马上开机看看吧。典雅的外形象征直播主不灭的热情，细致的插槽犹如我引领世界的风潮，冷艳的雕光看似低调，却又如此尊爵不凡。你那温柔的侧脸，散发的是我大丁丁自信的光彩。八核心十六执行序适用于创作者产品，支援 PCIe 4.0 技术，提升储存装置和显示卡频宽，享受飙速体验。采用 Z3 架构，台积电7奈米制程，提升 CPU 频率，降低发热量。Ryzen 5000系列单核心成长，大幅展现游戏效能。Ryzen 5000系列强化多功处理，让游戏模拟器轻松多开，内容创作剪辑飙速输出。等等，不是说只简单介绍一下而已，怎么刚开始讲的不太一样啊？哦，是吗？哦，抱歉，因为我实在太感动了，情不自禁的写在脚本上，绝对不是厂商要求的，呵呵。冷却采用美商恩杰 NDXT X53 RGB， 一体水冷制压住强大的散热 ，AMD CPU 推荐使用。B550 Silver 主机板可支援 AMD Ryzen 3000、4000与最新的5000系列处理器，具备四个 DDR4 双通道记忆体插槽，透过 BioStar 硬态的 Digital PWM 功能，为主机板以及内部零件提供稳定的电压以及高效的保护。再搭配 DuckMOS 与 2.5GHz 技术，确保电流稳定度，在运行时保护主机板与零件，并提高系统效率。B550M Silver 配备了 Debug LED 功能，透过灯奥可了解主机板与硬体状态，帮助用户识别系统中存在的任何问题，大大缩短测试时间。B550N Silver 采用了 BioStar 硬态的 AITP Control 技术，这个功能是专为超频爱好者设计的，可以简单快速的通过 BIOS 界面轻松调整系统温度，确保硬体安全，同时发挥超频最大效能。即可为 Big Finish 火鸟的黎明至尊，安全性为工业等级钢化玻璃，三面彩车用防爆膜保护使用者。便利性绝佳的上抽滤网、底部电工滤网及上盖实心与网状磁吸式滤网，使用吸尘器吸吸，简单快速又方便。模组化设计可随心所欲，让使用者依自己的需求改变硬碟配置，自由度极高。你这样我要加清水了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机完成啦。也超出我的想象，我原本以为它那个光芒会非常的炫酷，想不到它是这种低调奢华的冷光系。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，它这个外壳的设计不对称的前右两侧真的是完全符合我的爱好。然后在左侧这边的那个侧透的盖板啊，它有一个巧思设计，就是它把那个侧透的面板有一个黑边的边框，让它的光芒不会边边散出来，而且这样子整个看过去会很像一幅画的感觉，真的很美。好，那电脑机壳的外在美很重要，但内在美也不可少啦。我们现在立刻把我平常常用的软体全开起来，来测试它的效能吧。Go！ 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很快进入了效能测试环节啦。下方我已经把所有平常我会用到的软体，应该说我常用的一些软体全都打开了，包含游戏软体嘛，天二 M， 然后天堂 M， 以及在我又多开一个天堂 M， 还有 EOS， 看这个 FPS， 所有的效能我都是把它拉到最高。然后再来，我平常工具软体一定会开的嘛，像直播做缩图的软体 ，PowerPoint 我都把它打开起来。啊，看比如说 OBS 我也打开了，这个网页看片这个不用讲了嘛，你看片然后做直播串流这边都把它打开。之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当效能全开的状况下 ，CPU 跑到多少？我们用这个恩杰内建的 CPU， 平均是38到42之间。模拟器开到最高画质，它的吃 GPU 吃蛮重的。一体为什么会93%负载？
因为我的记忆体只有 16G， 只有 16G， 所以它会 93%。 正常像我们做直播的建议记忆体要用到 32G 起跳。那这是我的系统规格，让你们看一下，看8+8 16G， 没错。好，那就是我今天测试的基本效能啊，我非常的满意。你的需求如果跟我差不多相仿的话，那这个电脑的规格绝对够你用。经过了几天的测试呢，我觉得这台新的 AMD 电脑让我真的非常满意，因为它在游戏上面还有直播的效能都完完凌驾有过去的电脑。我观众也跟我反映说，在直播上面的画面还有顺畅程度都远远的跟前一台电脑不一样，判若两人。那这边我必须要讲一下，我并不是什么专业的电脑测试员，所以如果你们要测一些 3D 的绘图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端的应用软体的话，这边我没有办法测试，所以我就针对一个直播组平常会用到的一些软体，还有 OBS 串流的部分去做进行测试。那测试的结果就让我非常的满意。话说你只是区区个小时矿主，可你这么高的规格都不会浪费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人家 AMD 电脑现在个个都这么厉害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怪我咯。嗯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这几天的新电脑开箱测试的心得分享啦。最后，一定会有人说啊，你们直播组收别人东西都嘛拿人手短、吃人嘴软的啊，工商赞助都嘛说好话，怎么敢批评呢？这我就要讲一下了。今天一台新电脑，它的内在美跟外在美都符合了我的需求，就连直播上面的观众反应都是非常的良好的。这么一台电脑，我还有什么好批评它的呢？嗯，你错了啊！我就是要靠呗。为什么处理器不是 R9 5900X？ 啊？为什么显示卡不是6700X？ 啊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大家好，我是丁丁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那想了解更多产品内容的话，欢迎到下方各大爸爸们的网站去观看哦。下次再会啦，拜拜。